有一粒巨型的陨石坠落喺 B16区，呢粒陨石竟然生长出一种巨型嘅外星植物。第二次降雨嘅时候唔摧毁潘朵拉，成个 B16区560万人都会死。呢个系史无前例嘅行动。我哋只有个 plan， 就系完成任务。一只狂骑，一只鹰犬，三只机械人。装甲车冇咗信号。 有人唔想我哋完成任务，死得嘅嘢留翻俾我。隐身。 ending 系点？我哋自己决定嘅。